我早班咧，我盡量咧係會多邀請各方面嘅人員。我過去講過唯才是用，只要大家理念接近，有承擔，肯為香港做事嘅咧，我都願意提名俾中央任命嘅。我喺當選當日咧已經講咗，我就話我會用謙卑嘅心團結各界。由嗰日開始咧，已經冇乜嘢型或者乜嘢型之分。